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件非常特别的这则百褶裙，你们看它，它完全下摆都是不一样长短的，后面啊，它都有做那种不规则的形状，但它摸起来呢，就是那种微光泽的触感，滑滑的，但是它不会因为它是百褶裙，或者是它布料太薄，所以会透光，不会哦，它布料还是一样很挺哦。挺挺的，然后也不会有走光的疑虑，非常的特别。像我今天就搭了一个亮色系的毛衣就可以出门了，或者是你平常搭个 T 恤也都可以，任何风格都可以。它是百褶裙，所以百褶裙大家都知道，百褶裙非常的修饰身形。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腿部没有太大的自信的话，穿百褶裙有非常好的修饰效果哦。